你没事吧？你小心点儿，魂都被你吓没了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也是个病人嘛。要不是你赖床，咱俩至于淋雨吗？动作慢就不能老想着犯了。哦，我知道了。要装委屈。 这么委屈啊！这么委屈，查查最近的客栈在哪儿？咱不是要去海东吗？要病成这个鬼样子，还怎么去海东啊？先休息休息再说吧。别总挂阿姨的电话。 他老是那套，瞎操心，问东问西的。咱们也得理解理解做妈妈的心情啊。好了，你快点查客栈吧，我要专心开车了。老板，我们要一间朝阳的，杀菌的。没问题。过来。 那个景，那个景致，我可漂亮了。所以景好看，状子就好看，是吧？老板，刷个卡。小伙子，你们俩能不能另找个地儿去住啊？为什么？那你，我觉得他这好像是禽流感吧？啊，那前几天电视看了没有？那新闻上都报道了。 这禽流感会传染的，哎呦，你看看他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，这怪吓人的，这。就是。哎呦呦，哎，你看狗都带来了，你们怎么把狗带进来了呀？这怎么住啊？我们这就是普通感冒，两三天就好了。这是医生给你说的吗？哎呦，那不就结了吗？哎呀。 我跟你说呀，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！你们赶紧走，赶紧走，再别给我们传染上了。你们就住这儿。老板，这种情况你管不管？他俩不走，我们可走了啊！这是禽流感要传染的，这传染啊！这个是你，你们开心到外面天也黑了，我们在这儿也待不了多久，我们就住两三天就走了。 所以根本就没有事儿的。你们这个你们还带个狗，我们可不在这个地方传染，传染啥呀？吵什么吵呀？有什么可吵的了呀？没有发烧，他这个只是普通的上呼吸道感染导致的普通感冒，不是禽流感啦。 你们这些人啊，整天就知道自己吓唬自己。非常时期啊，小心驶得万年船，你知道吗？就是。哎，那电视上不是都讲了吗？像他们这种情况呀，是要隔离的呀。嗯。那后面要是变成禽流感，那咋办呀？那可不完了这。看看啊，疑似是隔症，看到了吧？不懂科学，就不要乱讲话，乱讲话也会害死人的呀。 你们把人家小两口赶出去，让人家睡马路去啊？这个病情加重了，谁负责呀？好，你懂科学，你说的都对。哎，以后啊，别跟大医学家在一起玩了，人家可不是出来玩的，人家是出来救死扶伤、普度众生的。姐们，咱们走，走走走走。不懂科学还乱讲话。 有什么好讲的呀？二位，这是房卡2008，祝你们旅游愉快。谢谢，客气。谢谢。阿姨，刚刚谢谢您了。谢我干什么呀？是他们无理取闹。你们这个呀，没关系的，就是普通的感冒，不是很严重。吃上点药。 多喝点水，很快就会好的了呀。欢迎入座。哎，我来帮你拿吧。没事，阿姨。
我自己来。没事没事，我帮你送上去好了呀。我，谢谢阿姨。香米啊，你怎么了？我要起个病。哎，你等会儿把阿吉拉过来。咱俩都病成这个样，不让他俩在一楼待着。我喜欢这个。先坐着歇会儿。 放这里。哎呀，好累呀，歇一下啊！今天白天玩的太疯了，难怪行动不方便呢。原来是小脑性供给失调呀。我呀，做了20多年医生呢，虽然是儿科医生，但是多少对这个病啊。 还是有些了解的。阿姨，您和那几位阿姨是一起出来旅行呀？哎呦，谁跟他们一起出来旅行呀？就是路上遇到个搭子而已。嗯，不好意思了，我们刚刚害您跟他们闹得不开心了。没事没事，是他们不对，在先呀。在一起玩得开心就玩，玩得不好就散。 别看我岁数大了，但是我的心态呀还是蛮好的呀，还是跟你们年轻人在一起好。那阿姨，您是一个人出来旅行的？哎呦，不要老叫我阿姨阿姨的呀，都把我叫老了。叫我燕姐。以前呀，我们单位里面男女老少都这样叫我的呀。燕姐。 我呀，刚刚退休，想一个人出来透透新鲜空气，所以呢，就决定去西藏。燕姐，您太牛了！要不是老丁，我一个人可不敢出来。喏，按照医嘱服药。我就不吃了，你给小敏吧。哎呀，你比他还严重呢。是不是都得10天？我就不吃。 你这个呀，就是伪科学，跟刚才外面那几个半斤八两的有什么两样呀？小时候上学没有学过扁鹊见蔡桓公这个课文吗？知道不知道毁鸡计医这个成语呀？行了，你赶紧吃吧，啊，咱们啊都得听医生的话。行，吃，吃完呢就好好睡一觉。 看到没，轰我呢！<笑>好了，你们也早点休息吧，别仗着自己年轻就不把身体当回事情。燕姐，麻烦你了。哎呦，麻烦什么呀？不客气，一定好好吃药啊。嗯，我送送你，燕姐。不用不用，燕姐，晚安。晚安。 哎，小敏哦，快吃药啊！ 小美，你还好吗？没关系。走。哎，小周、小米，弄好。燕姐好。哎，昨天睡得怎么样呀？吃早餐了吧？吃了。什么吃了呀？我在这里溜达了一早晨了。 也没看着你们俩出房门呀。燕姐，你这有点太操心了吧？什么操心啊？我这是心里有数，你们两个人现在是病人，特别是小敏，还是重病患者。
怎么能这么粗心大意呢？药吃了吧？吃了，吃了。什么呀？我给你们的只够昨天的量。小敏，你吃了吧？我真吃了。那你来，不要骗我啊！我投降，我现在去吃，现在去吃。回来，我这里有，就在这吃。燕姐，那我们走了。啊，干什么去啊？吃早饭去啊。哦，那当心哦。啊。哎，不要吃凉的。啊，知道了。哎，等等等等等等。哎呀，要死嘞！哎呀，小周呀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你生病了，你这是糊弄我呢吗？你这是糊弄你自己。手伸过来。去吧。走了，燕姐。燕姐，再见。哎，一定不能吃凉的啊。知道了。吃那些药，还不如多接受点紫外线，这才是自然无副作用的杀菌方法。哎，咱这一路什么妖魔鬼怪都碰上，也算是不虚此行了。我看你就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燕姐那是关心咱们，你还这样说人家，人家昨天好歹帮我们解围了。我知道他那是为我们好，那你不觉得他管得太多了吗？跟我妈似的。你怎么想你妈了？我躲她还来不及。走吧。去哪儿啊？吃饭去啊。哎呀，来，小敏，再坐会儿，太阳晒着多舒服呀。哎呦，快过饭点了，你再不吃饭，燕姐要念叨咱俩了。哎，要不然咱们去骑马吧。哎，不要了。走吧，走吧，回来再吃。他那个马呀，他自己是有一个劲儿，你呢也有一个劲儿，你俩这个劲儿撞到一块儿，那是肯定不可能行。哎呀，不知道了，要死了呀！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？不知道这边天气晚上很凉的嘛，还这样不注意，能不能让人省点心啊？哎呀，不是退休，你说是退休多了。哎，吃饭了没有啊？还没吃呢，我们准备一会儿吃。要按时吃饭，按时吃药，那他不晓得人了，不用别人老督促吧？不用不用，我们自己会注意的。喂，小丁啊，你不要老装着听不到，其实最需要注意的那个人就是你。现在呢，小敏已经生病了，她要依靠你呀。啊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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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知道，我们现在去吃饭去，我们现在就吃饭，好不好？吃饭去。燕姐说的话不要当耳旁风啊！知道了，一定要往心里记，并且照着执行。我这都是为了你们好呀！知道了。我真是服了。燕姐怎么无处不在啊？都是有种冷，叫你妈觉得你冷；有种饿，叫你妈觉得你饿。现在是有种照顾，叫燕儿姐觉得你需要照顾。我妈妈走得早，所以遇到燕姐，我确实有种久违的有妈妈的感觉。她就是关心你，哪怕再啰嗦，都是好的呀。不管咱们走到哪儿，你只要知道有人惦记着你，记挂着你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啊。小周，快点出来，吃饭了呀！走走走走走，幸福啊，幸福，幸福。
哎，你们说，他这么大年龄了，还一个人出来旅行？我听说啊，前些年，他男人就因为他生不出孩子，跟他离了，他再也没结婚。哦，他可没你俩想那么简单。呦呦呦呦呦！我听你这话，你好像知道他点啥？别卖关子，说吧。哎呀，神秘的。知道他为啥一路上老跟那些小伙子、小姑娘在一起吗？为啥呀？知道他为啥愿意往那个年轻人堆里凑啊？就是，对，我也觉得是啊。为啥呀？他就是想多认几个干女儿、干儿子，为他养老送终啊。哦，怪怪的，说死了。就是我有时候也觉得他怪怪的，看着不顺。你们几个阿姨，整天没事在别人背后说闲话，你们无不无聊啊？说不好听点的，你们这都叫为老不尊了。谁为老？谁为老不尊了呀？你说谁为老不尊啊？啊，是啊，小姑娘，你有没有点礼貌啊？哎，有没有点家教啊？你就是，前几天刚放过你一马，哎，都不知道感恩的。你去讲讲仇报。哎，大妈。少说两句啊！哎，叫谁大妈呢？谁是大妈呀？这是像大妈吗？怎么个意思？还要动手啊？谁动手了？你看我们是动手的人吗？谁动手了？小伙子，你可别血口喷人呐啊！再说了，是你老婆先骂我们的，就是让你老婆道歉，道歉。咋说话呢？我说，我们还算是你们的长辈吗？我们没有错，我凭什么道歉？哎呦妈呀！哎呀，干嘛这玩意儿？没事吧？我明天带你去医院。没事儿，就是被他们几个恶心到了。怎么样呀？这里还可以吗？可以。你这个病啊，就要多按摩的呀，保持这个肌肉呢，老是在那个运动的状态里呀，放松，啊。嗯。哦，对了，我问你呀，你怎么还吐了？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那小丁呢？他怎么都不管你的呀？没事儿，我倒觉得大快人心，我恨不得吐他们一脸呢。燕姐，他们几个嘴那么坏，你不要跟他们一起玩了。没关系啦。反正背后说我的也不止他们。你想想呀，我这样一个中老年妇女，一个人走了那么远，也难免有人会说三道四的呀。也正好，我也不想跟他们一起走了呀。现在我走自己的路，让他们说去吧。燕姐，我想求您个事儿。你说吧。你看到了呀，我是一个很爽快的人啊。我有点事儿，想去镇上一趟，但是我不想让老丁跟着我。那好呀，我陪你去。不用不用，我自己去就行。但是为了让老丁放心，我想跟他说，是您陪我去的。那你到底是去干什么呀？小明啊，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没事儿啊，燕姐。
怎么啦？我想一个人静静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儿。老丁，嗯，咱们休整的差不多了，明天一早就走呗。这么突然？这感冒都好了就走呗，周围也没什么玩的了，何况我迫不及待的想去海东了。你舍得燕儿姐？舍得舍不得的，早晚都得分开嘛。行，那一会儿我收拾东西，你就跟燕儿姐道个别。都这么晚了，燕姐应该睡了，我给她发个微信说吧。老板，退房。不住料，欢迎再来啊。哎，小敏啊，哎，你不好走的呀。来来来，来，我跟你说，来呀。小敏呀。我跟你讲啊，我是过来人，在医院工作了那么多年，怎么会连这么点事情都看不出来呢？你要是觉得我哪里做的不好，让你不舒服了，你不要走呀，我可以走啊，真的呀。你现在这样匆匆忙忙的走了，要动了胎气呀。燕姐。其实我真的好想有个人能跟我商量商量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。别怕别怕，我帮你啊！哎呦，看看看到姐姐不想走了吧？没关系呀，不想走就不走呀。小敏不走了啊？不，这什么情况？老爹，咱们再住几天吧。就这么决定了，赶快把行李放上去吧，我们去吃饭啊。不，我刚拿下来啊。哎呦，这点小事情有什么啰里吧嗦的呀，赶快把行李放好，然后来找我们就好了。走啊。小米，燕姐，快来！哎呦，手这么凉的呀！啊，我刚跟老丁洗完衣服。这个天气又阴又冷的，你让他自己洗呀？哎呦，我们俩攒太多了，他一个人根本洗不过来。燕姐，一点也不夸张，就刚客栈那个晾衣架上。全是我俩的衣服。哎呀，你看你的手这么凉。你们傻不傻呀？为什么要一次性把衣服都洗完呀？我们明天啊，打算去附近的露营地露营，本来就想洗两身换洗的衣服带过去。结果发现其他的衣服全臭了，我们想等我们露营回来，那些衣服还不得长毛啊，所以就一起洗了呗。有事情不知道找燕姐，就是找自己逞能，我很生气哦。哎呦，我这不是过来了吗？
燕姐，其实我知道，我怀孕这件事儿不该瞒着老爹。可是企鹅病，遗传几率有50%，我不想让我孩子受这个罪。我还没有想好要不要留下他，我也不知道老丁知道之后他会怎么想。我在想，如果我留下了他，他遗传了企鹅病，老丁一定会更辛苦的。可是我又舍不得打掉他，我真的很想做一个好妈妈。可是他是孩子的爸爸呀，怀孕这样的事情是瞒不住的，他迟早有一天会知道的呀。我清楚我在逃避这件事儿，可是说出这件事儿真的对我太难了。理解你的心情啊，不管怎么样啊，燕姐都陪着你，都跟你在一起。小时候，我一难过的时候，我妈就这么抱着我，哄着我睡觉。哎，这衣服真的干了哎！哎，你拿两件就行了。我们是去露营，又不是搬家。那也得全都收拾完了再走呀。收拾衣服这是呗。哎呀，你们两个好夫妻啊！哎，遇上了一个比亲妈还要亲的燕姐。哎呀，你们不知道，我们这个地方这个气候啊，潮湿又冷，衣服们挂上4-5天干不了。还是你们这个燕姐有办法，大半夜提着个电热壶，把那个电吞上，飞烧开，然后把那开胃倒到搪瓷缸子里，把你们这衣服们这个一件一件、一点一点的一刮都这个熨干了，整整熨够了一夜呀，好人。燕姐人真的很好。行李都放好了。哎呀，今天让我睡过头了呀。没关系。哎，走啊。我忘记跟你说了，我跟燕姐说了，跟咱们一块儿。哎呀，这些衣服回来再收拾。走了，燕姐。走。哎，我这个好看吗？老好看啊。我俩瞎聊呗，你俩肯定有事瞒着我。
你脑袋，你脑袋坏掉了呀？我跟燕姐能有什么秘密呀？我们俩才认识一星期，萍水相逢的能有什么秘密呀？你这个人啊，现在就是整天的胡思乱想，你有毛病呀？小点声，在吵着燕姐睡觉。我是被你气死了呀！哎，我发现了，你现在说话的口气也像燕姐。我有吗？有的呀。我看你也越来越像那几个叽叽喳喳的大神了。像李国生啊，我看我哪天给你找一个板凳，你也下午搬过去跟他们一起叫声跟算了。吵着你眼睛睡觉，你说过话。呀，小邹啊，啊，你看这么大的风天，你还带着小敏出来露营。吃好了吗？吃好啊。你们这些年轻人啊，吃饭就是太快了呀，吃饭不细嚼慢咽，这样你们的胃要坏掉了呀。够吗？不够我再煮一点吧。嗯，没事儿，燕姐，我吃好饱好饱了。吃饱了哈。嗯。哎，我来吧。哎呀，没事没事没事，燕姐，我来，你给我吧。燕姐，你就让老丁去洗吧。不用他，他很慢的呀，耽误时间。这个我一下就搞好了。哎，去给我给我，你们两个呀，该搞点小情调呢，就去搞点小情调。去吧，到时间就睡觉啊。好，来，小敏同志，我们听燕姐的，去搞点小情调了啊。谢谢燕姐，去吧。来。燕姐不错吧？我也不错。看，这是什么呀？你们文艺小清新不都喜欢玩这个吗？这是什么呀？孔明灯，你什么时候做的呀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让你知道了还能叫惊喜吗？把愿望写上吧。还准备了笔，你挺细腻的。老丁细腻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嗯，我的愿望可多可多了，这孔明灯都写不下。那你得快点，燕姐一会儿就来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手有点抖。赖小敏同志，你这心理素质不行啊，你比我想象中的还激动，淡定一点。丁一舟同志，你要是老给我惊喜，我就习惯了。那也是，行，丁一舟同志慢慢改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我想许的所有愿望都在这儿，给你。我就不写了。啊，那你自己呢？你好，我就好；你开心，我就开心。丁一舟，我好想为你。啊，怎么还伤感上了？你今天应该高兴啊。你想为我干什么呀？我想为你做好多好多事情。赖小敏，你已经为我做了很多很多事情了。如果没有你，我
我现在还在柳州瞎混呢，我做的真的还不够，那以后就慢慢做，我们时间还长。 那我们放孔明灯吧。嗯，希望咱们都平安。我们一定能平平安安的。 治症的孩子，我就会想啊，哎呦，会不会诊断错了呢？会不会有奇迹发生呢？连我都这样想，更何况他们的亲生父母啊？有的时候，那些家长还会问我，为什么偏偏是我的小孩得了这样的病呢？ 我能回答他们病情和治疗方案，可是就是没法回答这个问题。妍姐，别人知道我得病了，虽然他们嘴上不说，其实我知道他们心里怎么想的。他们觉得我年纪轻轻的。 特别可怜，其实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呀，反正活一天就快乐一天嘛。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为什么会得饥饿病，我觉得我知道了也没有什么意义，就这一次。 我特别想问问老天爷，为什么是我得了疾病？为什么偏偏是我？为什么我不能给老天爷一个幸福、完整的家？好了，傻孩子，不哭了啊。
燕姐，你不用回答我。等我上了天，我自己去问问他。哎呦，你这个孩子，不要说这样不吉利的话呀！呸呸呸，快跟我一起呸呸呸，呸呸呸。发烧？不用仰望，心里收藏，什么都不能阻挡，路有多长，没有坚强，不用幻想，爱就在风雨中。